超霸气的大恐龙，要不我们就玩恐龙对战游戏吧？啊，就这儿？看我的！你难道不知道霸王龙才是最强的吗？我才不怕你呢！马叔。 你就乖乖认输吧，我的霸王龙才是最厉害的。看我的三角龙，有厚厚的头盾，还有三只锋利的脚，战斗力超强的。那三角龙再厉害，不也就是霸王龙的食物吗？那再加上我的屎盗龙呢？等等，怎么了？你这个哪是屎盗龙啊？它明明就是偷蛋龙。不可能，它就是屎盗龙。你看，它呀。 长爪长尾巴，这个呀就是偷蛋龙的特征。不可能，这是我自己的恐龙模型，我不可能认错了，就是屎盗龙。你就是认错了，它呀就是偷蛋龙。屎盗龙，偷蛋龙，屎盗龙，偷蛋龙，屎盗龙，偷蛋龙。嗯，玉儿呢？哇！哎，这是哪儿呀？我来看看啊。不好了，玉儿，我们好像来到了火山岛。啊，怪不得我觉得。 这么热的就这么晒，好热！哦，哦，看，怎么有个巨大的蛋啊？哇！终于赶到了，玉儿、马术，你们好啊！ 请问你们是？我是超级恐龙波仔，我是霸王龙。哇！这是我的妹妹皮皮，她是最有力气的恐龙。你们好，我也是霸王龙。Cool！ 这是我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行动队长。嗨，我是米娅，我是仲龙。这是我的爸爸，他的胆子很小，但他是最好的厨师。你们好，叫我杜克就可以了，我也是霸王龙。这是我的爷爷。 他很会讲故事，但很爱睡觉。我是仲龙。啊，好困呐。在客人面前轻轻一点。这是我的奶奶，她有时会有些无厘头，但她是最有爱的恐龙。哦，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迅猛龙。这是我叔叔，他喜欢音乐。没错，我是迅猛龙。 目标是成为音乐家，但他唱歌总跑调。波仔，你别胡说，我们就是大脚鸭恐龙家族。哇，大脚鸭恐龙家族！听说你们有关于恐龙的难题，我们特地赶过来帮助你们。哦，对了，波仔，你赶紧来帮我辨认一下，这只恐龙啊，到底是屎盗龙还是偷蛋龙？ 哈哈，这只恐龙既不是屎盗龙，也不是偷蛋龙哦。哇！屎盗龙的前肢有5根爪子，但这只恐龙只有3根，所以不是屎盗龙。那它为什么就不是偷蛋龙了呢？因为偷蛋龙头部有高耸的骨质头冠，这只恐龙明显没有哦。原来如此，那它究竟是什么龙啊？答案是迅猛龙。迅猛龙？没错。 你们看，这只恐龙前肢有3根锋利且大幅弯曲的直爪，后肢有一根利爪，高高凸起，这些都是迅猛龙的特征哦。哦，原来是这样，真没想到啊，认识恐龙需要这么多的知识呢。没错没错，还好有波仔，波仔谢谢你哦。不客气，希望你们能继续喜欢恐龙。当然。 放心放心，我们呀会努力学习，认识更多有趣的恐龙的。哈哈。
如果遇到难题，随时可以来找我们大脚丫恐龙家族哦。好的，也欢迎你们常来我们翻地星球玩哦，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哦。哦，看来我们要回去了。大脚丫恐龙家族，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下次见咯，拜拜。哇，终于回来了。哎，我的迅猛龙真是太帅了。怎么样，马叔，还玩恐龙对战游戏吗？嘿，不玩了，现在我发现更有趣的事了。什么呀？就是和大脚丫恐龙家族一起认识更多有趣的恐龙。先不跟你说了，走了，拜。等等我。小番茄们一定要记得上优酷少儿和育儿马术一起看大脚丫恐龙家族哦，我先走了，拜。Funny,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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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盒